走到这里，这个坐缆车的地方了。你看这个，它这个缆车还是挺原始的啊，就这么一个人上去，什么保护都没有，就这么一个栏杆。Hello, how much for ticket? 20 lari. Surround it. Both way, yes. Oh, 20 lari. But when is the last turn? What time to finish? 5 o'clock. 5:30 or 5? 5. Up and down. Stop. Yes. So if I finish, I can get out from the mountain, right? So you can stay on the top till 5 o'clock and say come down. Ah, okay, come out and come down. 5 o'clock. Before 5 o'clock. Mm-hmm. Okay, give me one. 20 lari. Okay. Sorry, I don't have change. I have change. Oh, thank you. That's perfect. Very good. Very nice to meet you. May I have your name? Nino. Nice to meet you, Nino. Nice to meet you. I'm a vlogger. I will show to your Chinese, my friends. Thanks for visiting. Thank you, Raymond Chan. So where's the gate? On the right side. Right hand side. Yeah. Thank you. Bye. Bye. 他这个票啊，看一下啊，这是他的这个票，大家看到了吗？啊，就这么一个可以滑的，我们过去吧。哎呦 ，Nino， 真棒 ，Nino。Nino， 上去下来，这样子就比较简单了，不用那么复杂。哦，今天排队进去吧，看他这个怎么弄。你看这个就是。How to do this up there? Okay, thank you. 啊，下来就可以了。好的，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就在这等着。哦，我得把我的包包弄好，别到时候掉下去了。还有我的 GoPro 别掉下去了。哇塞，好棒啊！呼呼，啊，远处的雪山，哎，好漂亮啊！这个应该算是这个，梅斯蒂亚呢，像是算是诺亚方舟最后一块净土吧，处女地了。啊，整个在高加索山脉之下啊，这个尤其如你看这个陶渊明底下的这个。这个世外桃源是不是在这里呢？嗯，哇，好棒啊！你看，往这里上去，好好看呐、啊！哈哈啊，来坐的人还不少啊！你看，坐的人还挺多的。在这边度假呢，来避暑，夏天来这边避暑挺好的。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坐这个缆车上去滑雪啦。这个地方呢，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你看他们都是非常的轻松啊。哎呀，真好。哎，我好像感觉以前好像是在国内的什么地方坐过这类似的缆车啊，还是在哪个国家忘了，也是这种大露天型的那种，呵呵，就一个杠杆，呵呵，很简单的。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防护栏啊，但这样呢，因为360度无死角，你可以随意看啊，像在缆车里面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感觉啊。看它这个，哇塞，开始爬升了。但爬得越高呢，你耳朵会有一点耳鸣。你看这里的森林植被多好啊，真棒！哎呀，真是挺不错的。哎呀，空气好清新，一切都很绿啊。
虽然我们现在的地球已经进入到这个暖化了啊，温室效应啊，但是大家都要远离这种城市的喧嚣啊，很多这种热浪滚滚，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来到这个雪山脚下呢，来这边旅游啊，待个周末，待个十天半个月，那很舒服的。来这里疗养，哎呀，真好。你看下面就是公路，如果要是缆车停了，你就只能走下来了。你看这边就有这些短途的，是一个岔路啊，直接就下去，不用走这个汽车道。哇塞，真好。哇塞，好，太美了，哇，真好，越来越高了。真舒服。很轻松。山上没有人，现在是三点半啊。再过一个半小时，它这个缆车就要停了。夏季吧，高温啊，然后它虽然需要节电嘛，省节能，节约减排，节约资源啊。你看那个山峰好漂亮，哇塞。所以整个梅斯蒂亚的镇啊，全部停电，大停电，停了一整天啊，白天啊，啊，还好这个有水啊，那可以喝水，然后呢，但是就没法上网了，所有的地方都停电。哇，开始爬升了，好舒服啊，直接上山了，哈哈，真美啊。它好像除了这边索道还得往上走，还要往上走，它有两条索道。去年好像他们有博主在这边拍摄啊，看到他们，他只上了一个索道。哎呦，那边是机场，你看吗？机场啊，机场。哇，这个梅斯蒂亚的这个高山机场啊，这个还不比那个什么那个尼泊尔那个雪山脚下那个啊，珠峰脚下的那个雪山，那个机场那么有型，那个机场可响，这个机场也算是海拔比较高的一个机场之一了，所以它都是那种螺旋桨型的那种小飞机。哇哇，听到什么声音？哦，哇，比海拔还继续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哇塞！哎呀，有个索道就很轻松了，你看，直接就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很舒服的。哇，好漂亮啊！看，这个就开始进入到平缓阶段了。哎，它真的是啊，它好像只到这边就没了啊，那边还有一段，那边还有一段，你看可以到山顶的，那边可以到山顶的。到山顶拍个照片就下来了，舒服啊，好舒服啊！你看这边有汽车道，直接上去。那你得走到那边再去坐。哎，啊，对对对，在那个地方，那边又有一个索道口。呼呼，到了，准备下车。那边还有一个索道，你看他上去年他们来的时候那个索道没开啊，他就没法爬到山了，然后这边还做了一段，这边就可以直接上去了。哇，你看那雪山多美啊。
因为这段好像比较平缓，那边就比较高了，所以它要，它就是封闭式的那种索道，这个索道就不像刚才那样的，很简单哈。一家人带着孩子来啊，走过去再做接力，索道接力，看到吗？索道接力，真好。哇，继续走。它5点关闭，应该是整条都关闭，所以我现在还有时间。我现在看一下现在还有几点了。现在。我的车是按照规则行。Hello，Hello， 嗨。啊，大型索道，哈哈。直接坐上去吧，一个小时上下，一个小时上下就结束了。Restaurant 这个是一家餐厅，但现在没有开。哇，在这边要搭一趟车，看能不能搭到自己一辆车上去啊，这样比较好拍一些。这个车呢，就跟我在那个萨拉热窝坐的那个索道是一样的，那种封闭型的小型封闭系统，可以坐6个人，6到7个人，还得买票？不会吧？不用了，它是通票。把票拿出来。点一下，啊，进来，准备出发。This， 啊，这边可以坐1、2、3、4、5，10个人，可以坐10个人啊。雪山，美丽的 Skara 雪山。呜呼！哇，它这边一层层往上走，你看哪有那么夸张啊？这个才刚刚开始，哈哈哈！好美的雪山呐、啊，好棒啊！我们先拍上面的吧。哇，这里。安静啊，你看，哇塞，太美了吧！往这里看，哇，好棒啊！哇，好棒啊！太美了，雪山缓缓的走啊。雪山缓缓地走啊，哇，太美了！
梅斯蒂亚坐的这个缆车到了山顶啊，去看看它这个整个雪山的全貌。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没有太多积雪，但这个景色呢已经足够让你震撼了，很美啊。你看整个这个群山环绕，这就是它的著名的高加索，高加索山脉。这个山的以北啊，我们现在在坐南往北看啊，这个山的往北，北面呢就是俄罗斯了，南面呢就是格鲁吉亚。嗯，多好啊，我们的影子，我们的山影子。今天呢是星期二，没有太多人啊。今天星期二没有人，所以呢，如果是周末的话，人会更多一些。哇，真的好漂亮啊！哇塞，太美了。哇，真好看啊！哇，我已经感到风已经开始起了。其实这一段啊，你看，主要是没有徒步的话，就不是很麻烦，不会很难，就直接就上去了。明天呢，打算去爬那个湖，可能要爬很长，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而且又天气很热，所以早早就走，去爬那个雪山。哇，到那个山顶上。棒了，哇，好棒好棒！你看那个山，这个山脉看得好清楚啊。整个梅斯提亚呢，就在这个山沟沟、山洼洼里面啊，一片的短短的一个小平地上面搭起的这个在这个镇上啊，我们应该把它叫镇吧，他们叫做梅斯提亚市，实际上是一个镇，它有机场，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呢，刚好被这个群山环绕啊。所以呢，它这个是还是远离了这个城市的喧嚣，很安静冷静的一个地方。看那边有雪，哇，爬到雪山上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不错吧？看一层层往上走，一层层往上走，快到山了，一会儿就到山顶了。啊，舒服啊，二十。票价是二十啊，票价是二十拉里，大概是人民币是50块钱啊，就是50块钱。啊，什么？漂亮，你看，哇，有点慢了，怎么停了吗？没电了吗？哇塞，这好像很不安全啊，悬在空中，你知道吗？多麻烦啊，停电了。快到顶了，你看前面就是顶了。哇，真不错，到上面就可以看到整个雪山。四周转一转，这边是发电，发电设备。
就下面那个。再见啦，有缘再见啦。舒服啊，一直坐到底，这样爬山就不累了吧。缆车了，前半段啊，等下还要再转下半段到山底，到 Mestilla。哦，好棒啊，太漂亮了吧。这风景太好看了。嗯，还有人上来啊。哇塞，你看这边是前半段，然后到那边半山腰呢还要再爬一段，还要再下去。哇，这地方啊，这里。哦，这么高。哇塞！我在这里坐缆车，在 Mestilla 啊，这里风景很美啊。如果要是在深秋啊，十月中旬，哇，那个感觉更好。对面应该都是雪了。现在因为八月份炎炎夏季啊，雪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化了。
到了，准备下车喽。换乘。好的，下来了，换乘喽。我们去换乘新的车。从山上往山下走。现在已经快还有十分钟就5点了，天色还那么亮啊。好了，这是第二阶段的这个索道啊，不是索道，这个缆车过来喽。走喽！呼呼，风好大呀 ！Hello， 你看这里好漂亮，对吧？好宁静啊！这个房子也很漂亮啊，这个设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这种三角屋顶的这个房子。看到很多有钱人在这里边盖了自己的房子，这边就出租或者自己来度假。都很不错啊，哇，好舒服 ！Let's go。看那里，哇哦 ，Let's go。看这边这条路可以下山的，咱们就直接下去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干！哦，你看这个雪山好漂亮啊！这让我想起了在尼泊尔那个省那个鱼尾峰啊，但是它这个没有那个鱼尾峰的嘛，那个鱼尾峰比它大多了，要宽，所以它的鱼尾嘛，就像整个鱼尾这个翘起来那种感觉，两边翘起来那种，它很弯形，弧度比较大，这个就很窄，所以这个山呢是高加索的特色，跟那个尼泊尔的喜马拉雅还是什么就不一样了。哇、哦，看这多爽啊！哦，哇，没有人上来了，只有下去的。机场啊。机场好大呀！
太舒服了，这风刮的。哦 ，Hello， 美吗？这风景？嗯，太舒服了。哇塞，你看那个塞万塔，塞万塔，远远的，好漂亮啊！机场，机场。嗯，哇塞，还有人上来。Hello。好了，快到了，准备下山了。你看，已经下来了。那个建筑好漂亮呀！结束喽，这边看到没有？
好的，回去了，下山。很简单吧？你看，已经快5点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